Hello， 纽西兰五位高中生所发明的电子仪器 Auto Trick， 开创了车内配件的新商机。这个 Auto Trick 是一个电子仪器，贴在挡风板上，就在车检证明的下方。当车检证明快要过期的前十天，它会变色，然后闪灯，提醒驾驶人应该将车子送厂做保养跟检查了。纽西兰的汽车协会表示，这个装置将会减少汽车因为性能不好而造成的交通意外。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机器，是否也应该要增加这样的软体配件来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跟别人的安全？